前面有个好看的小姐姐，我们去撩一下她。小姐姐，你是用什么拉小提琴啊？钢筋棍。钢筋棍啊。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，难收的覆水将感情慢慢荡开去。如果食物冷了怎么办？微波炉不存在，我们有钱人帅越得快。浴霸我的爱，有钱的我真愉快。2018万不万，万不万。看见过没，小猪佩奇啊，小猪佩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解释一下，小猪佩啥？吃。女孩子花点时间练毛笔字怎么了？毛笔又不花你的钱，印章也是我自己刻的，都是一些草稿。我操，刚才有人动过，你看着了吧？没有。打方向盘，打方向盘！哎呀，我叫你打方向盘！哎，晕死！之前做情感电台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咨询我，请问是女朋友重要还是游戏重要？你是不是傻？游戏没了可以重开，但是女朋友没了，游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了。